那两位单身吗？还是已经死会了？死会了啦。好，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啊。年轻嘛。那刚刚两位体育生非常壮哦，他们的身材虽然衣服已经盖住，但是还可以看得到有点紧绷。哎，蔡渊是练那叫什么？蜻蜓，对，他的那个上半身非常紧绷。你等一下可以摸摸看哦，等一下就站在门口，然后大家离开的时候摸一下摸一下，摸一次50块这样子。好，那我就是最后一个结尾的主持人，然后我叫什么你们还记得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那这首歌是我们部落的歌，然后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结尾。然后为什么的一个非常轻松的那个唱作俱佳，然后今天呢，因为你们都在台下听，你们都没有唱，所以待会有一个地方会要你们唱，三个字很简单，叫咿耶呀，很简单，咿耶呀，哎，好，好。放松，在唱作俱佳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唱出来，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感觉里面没有人哦，可以吗？人家都是外面的声音，可以吗？里面的，你们都买饮料了，就是唱出来嘛，可以吗？大家好，抓 ，Hello。再一次，大声。
天到天都还有很精彩的节目。那下礼拜一到礼拜四呢，铁花村村民要去外面快乐角走跳一下，所以我们这边是休村的状态，但是还可以到外面拍拍照。那我们没有营业哦，下礼拜一到礼拜四不要白跑一趟哦。好，那我是喜如故，谢谢大家。那贵重的东西记得带走，男朋友女朋友不要牵错。那如果有喝酒的朋友千万不要开车，有开车的朋友不要喝酒。那如果你是走路的呢，就可以边走边喝边吐。好，谢谢大家。